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 Y， 而家系2021年8月24号，香港时间就系中午12点几。咁啊，好耐冇听到我把声噶啦，大家应该我计过应该有5个星期冇听到我把声，系咪咧？好开心你哋仍然喺度啦，冇 unsubscribe 我啦吓咁。咁咧，我记得我之前嘅最后一条片咧，就同大家讲系会。講多啲關於術數嗰啲嘢咁樣啦，咁所以我由而家開始又試出翻嚟啦，咁樣咁啊，過去嗰幾個星期我做咗啲咩嘢咧？咁啊做咗啲我覺得係真係好需要我好專心去做去 put 起嘅一啲嘢，咁我覺得我都 put 起咗啦，都可以有啲空閒時間啊，開始咧又可以落翻嚟呢度 Y Y Channel 呢度同大家傾下偈。今日咧一個小 warm up 啦嚇個 topic 咧，我就講一個比較大家都會比較少人講，甚至乎應該係我估係未必有女即係粵語方面冇乜女嘅 KOL 講啦。咁我就想講一講重心機呢一樣嘢嘅。咁因為記得早前都曾經有朋友訂低個 message 問我重心機係咪有用㗎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我咧就應該會連環開幾條片咧，都講一講呢個重心機。咁我諗每條片大約10多分鐘到啦，因為講呢個 topic， 我其實有好多好多資料想同大家講，同埋俾個概念俾大家，應該要點樣睇咁。好啦，咁而家開波啦。我對於重心機咧嗰個 experience 係邊度翻嚟嘅咧？其實就係我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有宅風水啊、宅八字啊、奇門遁甲啊嗰啲咁啦，其實是在我個叫做學習的過程裡面其中一個必修科嗰只咁樣啦嚇，嚇即係啲師傅跟啲師傅去遊山啊、遊山玩水啊嚇，即係上山下海嗰只咁樣啦，咁咧就係去親身去。見到實際的情況會是怎樣的。我想應該這個 topic 之所以這麼多人都會有興趣，原因是其實你們都有一定的認知啦，而早十幾年前也都有那宗小甜甜陳振聰那個事件啦，那就打官司即係甜甜龔如心嚇，龔如心案嗰度咧就請咗有啲即係相關資料嘅師傅咧，就去求證究竟點樣睇啊？佢哋專業方面點樣睇？咁而因為龔如心亦都非常之有錢啦，咁所以帶出一個公眾嘅興趣，究竟重心機係咪真係 work 嘅咁樣？我就係 draw 喺呢個 topic 同大家講，究竟重心機係咪 work 嘅？咁當然仲有好多枝節啊，我見到嘅所聽聞嘅嘢啊，我嘅經驗見到嘅實際情況啊，嗰啲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比較少人會有即係呢個實際操作啊，同埋嗰個原理啊，以及係點樣睇啊件事啊咁樣咯。咁話説咧，嗰陣時小甜甜咧就嗰陣時聽阿陳振聰講啦，就話有掘咗200多個窿。嗰啲叫做重心機嗰啲窿咁樣噶嘛，咁呢度咧我就 call 個 page 出嚟俾大家睇咧，就係大約重心機其實係點樣嘅咧？乜嘢叫有個窿咧？嗱，我咧如果計我自己親身咧見過同埋即係經歷過嗰啲場面咧，其實就係頭先我見到有幅相嘅，好似呢度咁左上角呢度嚇呢一個。就是真的嘅，一排咁樣，呢度有成10多個啦 ，it seems 啊，咁我經歷過嘅大約有8個到啦嚇，咁樣向著同一個方位就 set 呢啲重心機嘅窿窿咁樣，咁個概念其實點咧？就係係陰宅風水嘅一個 derivative 嚟嘅，一個衍生嚟嘅。陰宅咧嘅風水就係真係放先人嗰啲排骨啊。個人的物品啊
之如此類咁樣咧，就去啊，即係撞落去地方，撞落去一個地方度，然之後所謂叫做攞嗰度嘅風水去落撞，然之後就可以旺到嚇後人啊嗰啲咁樣啦。而眾生機咧就係嗰個人未掛，就攞佢嘅來自佢身上邊嘅一啲嘢咧，就擺落去呢啲眾生機穴嗰度，係希望攞到個地氣咧，令到嗰個眾生機嗰個人啊未死嘅啦嚇，係會攞到個地氣嗰個 luck 嚇，然之後就去解決佢一啲問題，或者係成就佢一啲願望咁樣嘅。咁通常咧牽涉咧嘅嗰啲嗰個個人嘅物品咧，會係啲乜嘢咧？就係、喺佢身上邊剪出嚟嘅嘢就最好嘅，或者喺身上邊 produce 即係生產出嚟嘅嘢就最好。通常咧最普遍就有頭髮啦、指甲啦，另外亦都係有聽過有核突啲嘅，係有用經血啦，成條姨媽巾放咗落去啦。咁啊，男嘅就放嗰啲精液啦，好似捐精咁樣放啲精液落去啦。咁咧就另外亦都會用嗰啲人嘅隨身物品，譬如底衫、底褲啦、睡衣啦嚇嗰啲咁樣，咁就成件就套落去嘅，咁即係成件擺落去嗰個呢個 box， 即係呢個地底 box 嗰度咁樣啦。咁而通常咧，啲人都係帶住有啲願望嘅。首先佢要信呢一樣嘢先啦，而另外佢哋願望咧，我見到通常同病有關係嘅，都係想即係譬如可能係。屋企有啲老人家即係唔想走啦，或者係有啲後生嘅遇到絕症啦咁樣啦，咁或者係遇過嘅係有一啲夫妻感情啦，我亦都見過有一個 case 咧，就係嗰個男人重心機，但係佢已經結咗婚㗎，那個老婆唔知道佢重心機。咁咧、那個女朋友啦，佢有另外有一個女朋友，即係小三啦嚇。佢就同個小三就好好親近嘅，但係礙於各種原因唔可以離婚啦，就小三又好中意佢啦，咁小三咧就將自己啲指甲啊、頭髮啦都抌埋落去，就去陪佢一齊種心機。其實嗰個概念其實係有陪葬嘅概念喺度嘅。咁好啦，跟住咧就。呢、这個就係大約係即係嗰個整體嘅概念做法啦。頭先咧我就另外應該有一張呢一個咧一個金塔個相嚟㗎，睇下可唔可以擴大啲俾大家睇啦。咁其實放得落金塔嗰啲都係放得落去眾生機㗎啦。咁啊，譬如話有啲咩石元寶啊、五帝錢啊呢啲，其實係一啲 gimmick 嚟㗎，喺我心目中覺得係。咁啊，衫褲鞋襪啊，嚇咩五色豆啊，牙齒啊，係牙齒嚇、啊、放大牙嗰啲，即係磨牙嗰啲啊嚇。咁啊，指甲頭髮啦、啊、嚇。好啦，喺香港咧，就有邊度咧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啦？嗱，我就以我親身去過見過嘅，去話俾你聽，真係有啲咁嘅嘢已經係搞掂咗喺下邊噶啦，就新界區。大埔啦、元朗啦、屯門咧就好少嘅。屯門咧龍鼓灘咧都見到有靈星，但係咧就因為屯門喺好多風水師嘅嗰個睇法個感覺咧，就覺得咧佢嗰啲屯門啲山石比較嶙峯啊，唔夠靚。咁相對咧，大埔啊、元朗呢啲咧，就會嗰啲山峦咧會比較優雅啲，就少啲嶙峯，即係嗰啲大石就少啲。嗱，你譬如你好似你喺荃灣坐車入去屯門咁樣，你見到個屯門公路望住青山，你會見到青山好似個光秃秃咁樣啦，嚇好嶙峯啦，因為嗰邊整體嚟講咧就係嗰啲啲 granite 即係嗰啲叫做咩岩啊，就比較硬啦，多啦嚇，咁咧就花崗岩係花崗岩咁，所以咧就會比較難出到嗰啲山峦啊，
或者是即係比較啲優美嘅青葱翠綠嘅山蓮啊，諸如此類咁樣咯。咁所以我如果計自己親身係去即係 internship 咧，係去 attend 嘅話咧，都係大致上都係大埔、元朗呢啲地方咁樣。咁咧就好，我咧就另外喺或者喺下一條片嗰度再同大家繼續呢個 topic， 暫時咁多先。